叫手拄食吧。哎，等下，听到你要来，我足欢喜的。进去，你是咧安排啥物哦？听讲见着要公开审判。是啦。那安尼车路所的代志，会当我拖。我直直回复拢讲无路用，那是假开钱。我若是无去甲小庄先生讲，我会感觉真对不起见着呢。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八点，台视《生生世世》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。